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重点分析一下广西网红小六树叶，十一月份的视频总播放量以及它的视频总收入。现在我们打开西瓜视频，他慢慢蹲下来，在里面搜索小六树叶，小六树叶。进入他的首页，进入他的首页，他现在的粉丝量是439.5万。我们看一下他的11月份的视频播放量。在11月份，从11月1号开始，11月1号，19.2万，24.5万，11月份他一共发布了64个视频，平均每天发布2-3个吧。我已经提前把他那11月份的每天的播放量统计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计算他11月份的视频总播放量和总收入。通过我的计算，它的总播放量是922.3。